个整点哦，比如说现在两点，对不对？开始啦，快点去。两点你就可以到我们拍照区，我们入口啊、舞台啊那边的意向区啊，或那边的拍照区啦等等，你选一个地方来拍照，放上你的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， 你就可以有好礼。这些礼物有什么呢？我不要嫌我啰嗦，我一定要跟大家好好说明，因为用的、吃的都有。有什么呢？第一个你会很喜欢黑桥牌猪肉干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对。还有我们铁玫瑰限量的帆布袋，另外还有铁玫瑰限量的行李收纳箱，数量有限，在每个整点哦，现在两点、三点、四点、五点到晚上，总共八个时段，你可以拿八次哦，好好哦。佛心来的，所以呢，请大家用力的先 follow 我们桃园铁玫瑰，帮我们点赞，然后 tag 你的好朋友，请大家一起来，你就可以得奖。今天的压轴会有两台的中华 eMoving 的电动机车，让你看住哪里直接骑回去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个点呢，请你记住之外呢，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有哪一些团呢？我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。今天会有薄荷绿打头阵，薄荷绿工厂打头阵，哦耶！啊，不，自己不尖叫一下，耶！然后另外呢，还有灵魂咆哮 ，Social Heroes。哦，原来你们是 Social Heroes 请来的 ，OK。啊，你们是灵魂咆哮。好，还有呢，演员每次呢在桃园铁玫瑰都会遇到的后站人，耶！还有 Channel 7 Channel 7，还有逃走包勃缩影，以及你我 You and I 演出。好啦，我们已经知道呢，这个说不定啊，通常是这样的概念，就是在玫瑰新工厂完了之后，就直接去大舞台了。所以要大家多多给他们鼓励。刚才呢，演员已经把我们今天你可以哦，对，旁边还有两边很多的摊位，也请大家多多支持一下，有很多的这种二手文创啊等等。好啦，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玫瑰新舞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。接下来，演员就要把舞台交给真真正正花尽心血在做音乐这些新团们。首先欢迎就是薄荷绿工厂，欢迎他们。打头阵，打头阵，大家敢不热情？掌声！今天那么冷，对不对？耶、我没有他们在。